中职第六队台钢雄鹰成军之后，在今天首度集训，选在主场高雄澄清湖球场来进行。球队预估在澄清湖球场秋训到12月中旬，也规划11月中和业余队伍来对战。统筹教练林振贤就喊话，要三年拿下总冠军。台钢飞！士气高昂，周六在澄清湖棒球场举行首训仪式的台钢雄鹰队，扣除参加国际赛返国得隔离的球员外，几乎全员到齐。台钢雄鹰加盟中职成为第六队，除了选秀，还签下自主培训球员。目前32位创队球员，统筹教练林振贤也喊话三年拿下总冠军。我们要打到国际赛，打三年要打季后赛，我想这个时间有点慢。过去蓝鹰在这边三年就拿到总冠军，教练团也陆续到位，除了外野守备教练黄甘霖，也找来知名中职退役洋将路易士担任打击教练。秋训预计在澄清湖球场训练到12月中旬，也有规划11月跟业余球队比赛交流。很特别啊，因为就是正式踏入职棒这个环境，对，就是其实前面就是有点紧张，但是就是也很兴奋，因为这是正式当上职棒球员，这是我的目标，一直以来的目标，然后刚好也在我25岁达成。而为了让民众更认识球员，球队也举行首场签名会，有球迷等了5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能拿到喜爱球员的签名。因为我本身也是常住在高雄啊，我觉得在地能够有一支球队的话，对在地的居民比较方便看球。球迷说，高雄很多年没有在地球队，这次台钢雄鹰成军对高雄人是好事，一定会全力支持。记者王婷、孟昭全高雄报道。